垦丁的年度盛事春天音乐季今天开跑，不少辣妹在现场热舞，还有比基尼辣妹洗泡泡浴来炒热现场气氛。因为碰上了清明连假，预估将会为垦丁带来250,000人潮。穿着清凉的辣妹，随着音乐扭腰摆臀。垦丁年度盛事春天音乐季4号开跑，除了春娜，南台湾也同时推出春浪音乐节和春换垦丁等活动。适逢清明节连续假期，今年的垦丁音乐季估计将涌入250,000人潮。业者也在开幕这天邀请比基尼辣妹大玩泡泡浴，吸引民众目光。四射的垦丁每年都吸引相当多人前往狂欢，不过为了防止毒品入侵，警方也出动缉毒犬加强巡逻，就是不希望这场盛大的音乐派对变成毒品泛滥的温床。联合报刘学胜屏东报道。